我相信我的思考，还有我的判断能力。那你明白，我们的原则是给这里的青少年提供爱心和关怀，他们才能够冷静地思考出犯过的错误。我也热爱我的工作，但首先，我一定要冷静地分析每一个案件。人家给我再多的工作，我也顶得住。我不会因为工作量增加了而影响我的效率。你好，我是陶婉怡。3月28号晚上7点，双箭塔全岛首播。